经过摩托化机动，首批中方参演部队已经抵达了演习地域。卫生防疫组正在进行环境消杀，正值秋季，这片草原的有害昆虫还是比较多的，因此在开设野战营区之前进行全面的杀虫消毒十分必要。卫生防疫组使用的是由我军自主研发并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卫生防疫车，它配备了两种消杀喷雾器，机动性能好，消杀面积大，能够快速实现全方位立体消杀。我们所使用的卫生防疫车每小时作用效率可以达到5到6万平方米，能保证整个演习的需要，在演习期内每天进行2次的全面消毒，以保障官兵健康。